热疹呢，一般是都发生在孩子。当身体周围的温度过高的时候呢，皮肤上会出现呢斑红色的皮疹的一种症状。这种皮疹呢，在孩子的肌肤凉爽后不久就会消失。热疹呢，是那种米粒样或是针尖样的红点儿，即使是呢疹子连成片，也能看见特别清晰的小米粒样的疹子。热疹呢，一般出现在孩子的颜面、颈部、肩部、肘窝还有腹股沟腋窝这些部位。婴幼儿呢，所以会患热疹呢，是因为他们的汗腺功能尚未发育成熟。当周围环境的温度过高的时候呢，皮肤会通过汗腺分泌调节身体的温度，但是调节功能不全呢，就会引起热疹。一般症状有红疹呀、球疱疹呀，渗出严重的话呢，它还会有糜烂、结痂。治疗上呢，也有共同的地方，因为是孩子嘛，用些布袋激素呢，如干式洗剂这一类的，还是都可以用的。但是要是过敏引起的，还会加上口服的抗过敏药这一类的。要是痱子呢，就不需要了。但所有的药品呢，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。